常住十方佛，南无常住十方法，南无常住十方身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。南无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，南无大势至菩萨，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，诸尊菩萨。摩诃萨，一心顶礼，历代祖师，一心齐情，护法善神，一心顶礼，净空老法师，阿弥陀佛。我真希望带各位就念一个钟头就好了，那时候大家最乖了。忘了生病啊，忘了什么儿子啊，就是念啊，所以我想能够保持正念最好的啊，因为最近报纸在说了，这个世间是真的还假的？假的，对不对？佛教叫厌离心，这个世间是假的，你不要太认真了啊，唯有念佛是真的，所以我常讲一句话，来，当假的看。念一下，当假的看，当真的做，啊，这个世间是虚幻的嘛，假的嘛，啊，随缘就好，随缘不是随便的，按照因果来叫随缘，在断恶修善的状况之下，那其他呢，随缘，因为世间是暂时的，啊，暂时的虚幻的，就像这个身体，这个身体会永恒这样吗？不会吧？再过30年，我看一半都不在了，啊，所以它是假的。那该认真的是什么？哦，念佛、成佛、利益众生。所以当假的看叫智慧，智慧就没有烦恼；当真的做是慈悲，利益众生。你不能说，哎呀，众生是假的，所以不要帮助他，那错了。我们讲假的。厌离心是希望我们，你讲不要执着，哎，不要执着，执着就很痛苦，对不对？执着就很痛苦。我儿子如何如何，哎，那你就会很痛苦，啊，所以儿子是我们生的，我们有义务教育他，影响他。对了，但是他有他的方向，各有各的业报，啊，如果你一定要帮助对方，那可以来老实念佛。趁愿再来，现在没办法了，忍一忍啊！因为你要做一个圆满的老师，那叫成佛嘛，那你才可以真实教育对方。所以佛陀叫调御丈夫啊！现在没办法了，现在我们就回向给他啊！所以各位，这一点也不要骂对方。这个人尽管得罪你、批评你，你也不要骂对方。因为骂对方就是骂自己，慧能大师说了：“来，他非即我非，他的错就是我的错。”同体明大悲，你要有那种同理心，他的错就是我的错。所以我为什么佛教徒要吃素呢？因为吃素就是同体呀，他会痛，我也会痛。
他有佛性，我也有佛性，啊，所以你要感受到一体的，没有分别的观念，啊，就像各位念佛，念佛不是我在念佛，念一下，凡夫念佛，佛念众生，啊，对呀，我们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是念的我们的。他不是光念我们啊，念蚂蚁啊，念蟑螂啊，念地狱啊，念美国人啊，念黑人啊，白人啊，他通通念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妈妈永远念儿女的，对不对？哦，阿弥陀佛永远想着轮回的众生，像他的独生子一样。只是说这个儿子不念爸爸就没办法了，啊！但是爸爸永远念着你，就像各位现在开手机，手机的卫星频道覆盖所有地方，是你要不要打开啊？对不对？你打开手机，按对号码，它就连上线了。啊，所以我们要哎呀了解这个，所以我们念佛，各位念佛的时候要想什么？一开始要想到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，啊，极乐世界的庄严，阿弥陀佛的慈悲。那再来呢？那你就要想的六道的苦。当你念佛的时候，把佛号进入地狱，好不好？把佛号进入鬼道，啊，然后如果佛号进入地狱，地狱就变净土。但是这个佛号要进入地狱，要靠着我们念了。就像各位来美国，哇，美国市区有一个净宗学会念佛了。那为什么要在这边念佛？因为就想要把佛号念给大家。刚刚我们会长讲，如果远一点就没人要来了，啊，所以在市区方便，就给别人方便，方便就是慈悲嘛，让家更有机会来念佛，啊，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要以念一下大悲心念佛，对，所以念佛的时候你要想着众生苦，啊，不能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不要跟我讲话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。啊，因为你很生气哦，啊，所以你在念佛的时候，你孙子跑过来，那不小心跌倒，你当然要赶快去抓他，救他，因为你在念佛嘛，啊，念佛就叫慈悲啊。所以我经常讲一个故事，有四个出家人在河边打坐，第一个呢，他是修解脱道的，所以他要好好的思维。苦集灭道，生命的苦，苦的原因是贪嗔痴，我要消灭贪嗔痴才可以离苦，所以我要断贪嗔痴。哦，他很认真啊，那第二个呢？哇，思维十二因缘法，所有的生老病死、忧悲苦恼是从无明来的，啊，没有智慧，啊，不了解无常无我，所以呢，他一直思维十二因缘法，无明缘行，行缘识，啊，所以。无明如果消灭，就不会造作；没有造作，就没有贪婪意识的话，就一直思维要断轮回。啊，第三个呢，啊，说修菩萨道，他每天在想到哦，佛菩萨怎么样利益众生，我也要利益众生。啊，就哦，他一直想，所以三个都很专心。那第四个呢，坐在那边，每2分钟就站起来，跑去河边又跑回来。每2分钟就站起来，又跑去河边，又跑回来。那三个人在打坐很专心，想着奇怪，这老了在干嘛？坐不住啊！啊，那为什么吧？他只要一打坐，他就看到那些蚊子、那些虫掉到河里面，他就赶快跑去把它救起来。啊，救起来又继续打坐，然后又看到，他就跑来跑去。所以等他们打坐了1、2个钟头，这三个眼睛打开，哎，老和尚，你坐不住啊，太老了。那老和尚说：“我有在打坐啊，佛教我们一心慈悲啊，难道你们不是佛弟子啊？啊，只把眼睛闭起来，然后不管他的生死嘛。”哎呦，三个一听，还有一点道理的。所以我想各位，我们讲一心念佛，讲的是菩提心，菩提心是以大慈悲心为根本。啊，我们不能说不关心众生，所以。经里面说啊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这个基本上是要有慈悲心的，你要感受到众生的痛苦，所以我很喜欢去那里领我殡仪馆，啊，为什么？那边有妈妈的身体一样，
啊，父亲的身体，或得癌症的，癌症末期的，很痛苦的。那我们去跟他念佛啊，你就会很专心，很老实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在受苦。啊，我们也不希望受苦，所以我们要发愿往生净土。但是你要发愿往生净土，那你更要发菩提心才能够。我希望各位怎么样？来，上品上身，极乐世界。哎，在《观无量寿经》说，下品往生是这辈子没学佛的。他在临命终的时候，有人去劝他念阿弥陀佛啊，这个时候他往生了，叫下品。啊，那是一般人一般在修行的皈依的，守个五戒的，你守五戒，那就可以中品上升了呢。啊，你要是又懂得吃素，利益众生，那你已经上品往生了。所以，我们真正的要修行者，为什么要上品往生呢？因为，哎，念一下道驾慈航，趁愿再来。普度父母众生，对呀、啊，我们急呀、啊，赶快啊，要利益众生，这也是为什么要把讲堂啊、学会开在市区啊，利益众生啊。当然，看在山上很好啊，又便宜又大啊，但是问题是没人念了啊。你要让大家能够很接近念佛，那最好。不过，念一下。不得少福德善根因缘，得生彼国。那各位既然要往生净土，第一个要有福德。什么叫福德？供花、供水果啊，布施啊，印佛经啊。什么叫善根？你讲无贪嗔痴啊，就是你要有这个三善根。不是没有贪嗔痴，是你要控制吧？要不要起贪嗔痴来念阿弥陀佛？再来因缘，什么叫因缘？来信愿成就。对，阿弥陀佛成佛没问题了。极乐世界在不在？在，这个因没有问题了。但是你要相信，你要愿意，乃至一念乃至十念，你要念佛，这叫信愿心。所以，那各位，如果我们要往生，那不得少福德，所以各位要布施啊、持戒啊，不得少善根。那各位，那你要修贪嗔痴，要消除啊，不得少因缘。那看你是，你除了信愿，那你是下品、中品、上品，就看你发心了。什么叫下品往生？背一下：孝顺父母，奉事师长。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啊。那这个孝顺父母，不是说姓氏爸爸而已。七月份最强调什么来？七世父母。盂兰盆法会啊，最强调七世父母 除了这一世父母，七世父母，我们华人还更重视什么？来，中华民族，万姓祖先。个人历代祖先，你一定要超度啊！你想想看，爸爸还在地狱受苦，儿子会往生净土吗？不可能的事情，不可能的事情。不孝顺的人怎么会往生呢？那你说我爸爸往生呢？我哪里知道他去不在？那是所以你要超度父母。那你做任何福德乃至念佛，一定要每天回向父母。所以各位要用尽方法，按照《地藏经》，父母如果没有超度，做子女的永远不会平安的，甚至没有福报。所以我们中国人，拜地藏法门最重视，特别这个月，希望各位这个月啊，要整个月最好不要吃肉，然后呢，整个月多诵经，特别诵《地藏经》，多做善事。因为我们利用整个七月份呢、啊，孝顺报恩月，一定要让现世父母福寿百年啊，历代祖先离苦得乐，七世父母往生净土，甚至呢去供佛斋神啊，
依靠了三宝的加持，乃至依靠了利益众生，这个世界要圆满一切功德，具足三个力量才可以。跟我背一下：自力、佛力、法力。自力就是你自己的功德力，发心呐、持戒啊、信心呐、很好的动机啊，叫自我功德力。一个吃素的人念佛，跟不吃素的念佛，功德力不一样的。一个守五戒的念佛，跟守菩萨戒的念佛，那功德力不一样的，啊，所以在家人念佛跟出家人念佛，当然又不一样哦。佛经说了，在家点一盏灯，不如出家点一盏灯的功德，啊，因为出家人他如果守戒律，就像各位守八关斋戒，你守八关斋戒一天的功德，超过你一辈子守五戒的功德。啊，所以今天是斋戒日，各位就要利用斋戒日怎么样？多供灯啊，多供水啊，多供香啊，多念佛啊。因为今天所做的功德，按照斋戒，站在世间法多60万倍。啊，如果你求世间的福报，那如果站在解脱的想法，60小劫。啊，如果站在菩提心，今天做善事，佛经说了，来200万劫。哎，你一天修行200万劫，不会在地狱鬼道畜生道。为什么？因为动机发心不一样，功德不一样。啊，就像初一的月亮跟15的月亮，光度当然不一样了。太阳光是永远一样的，佛光加持一样的。啊，你用初一的心念阿弥陀佛，就初一的亮度；你用15的心念阿弥陀佛，就15的亮度。所以我们要发菩提心，念佛。那所以第一个，各位要动机。我刚刚一直讲，一心念佛，老实念佛，讲的就是大悲心。什么叫大悲心？我要帮助地狱道、恶鬼道，哦，都像我爸爸妈妈一样。那我要为他们念佛，那当然你的力量就大，自我功德力。第二，刚刚讲来佛力，你讲诸佛加持力。所以各位要念阿弥陀佛。要诵阿弥陀经，要读地藏经，要修大悲咒都可以，这个叫佛力加持。今天你要圆满一个事情，不能够离开这三个力：自力、佛力。第三个叫法力。什么叫法力？这个法力就是你供养三宝跟帮助众生的反作用力，叫法力。啊，今天你儿子不会读书，那你多帮他出钱去帮助失学儿童，乃至多印经典送去寺庙。他就会开智慧，叫法力。所以各位要了解，你要长得漂亮，多供花，那叫法力。啊，你要声音好听啊，送法器到寺庙来，送音响。或是现在有很多读诵经典、读诵佛号的 CD 印好送给人家，这个叫法力。啊，那你要健康呢，布施药给人家；你要身体有力呢，昨天。我想各位坐在西雅图海边、河边，很多乌鸦，对不对？我们昨天买了很多面包啊，面包给海鸥啊，给乌鸦吃啊，捏紧一点，丢到大海里面沉下去给鱼吃啊。平常各位在草旁边有蚂蚁啊，一点点、一点点甜甜的饼干，哇，就可以有几千只蚂蚁啊。所以经典说啊。你帮助那些最可怜的，特别随时要被踩死的蚂蚁，那个力量。有人我说，哦，我用了很多贡品来供养佛陀，力量很大。佛陀说力量很大，但是佛陀又说，当你看到一只流浪狗，一个难民，你本来煮一碗饭要来供养师父、供养佛陀的，看他可怜，哎呀，忍不住先给他吃了，啊，佛陀吃不到了。但是见到佛陀，佛陀说：“你今天慈悲布施一颗饭，或是一汤匙的饭，一砖之石，供养这些难民啊、流浪动物啊，等于供养所有佛的功德。所以各位这个要知道哦，慈悲，因为佛已经成佛了，你供养这些东西只是让我们有福报而已，佛不需要这个东西。最可怜的就是那些流浪的啊。”所以孤魂野鬼啊，可怜的动物啊，特别各位去喂海鸥，还有一个功德呢，因为那些海鸥吃这些面包，它就不会去吃鱼了，就减低一点杀业，
这也是逃放生啊，用各种方法去救物命啊，所以这个叫法力，所以再配一下智力、佛力、法力，三力合合，成就一切，很简单。还有一个法力很重要，像各位，如果你希望身体健康，那怎么做？特别老人家，你把你布施2件衣服洗干净，送给难民穿，因为他穿了你的衣服就比较温暖、比较健康，你的身体就不会生病，就不会生病。啊，缅甸佛教特别强调这个，你希望你的女儿不要被男人欺负，什么强奸啊、欺负，那怎么做？那你把她漂亮的衣服1件2件送给其他贫穷的女孩子穿，她的身体不会被欺负。啊，还有一种更好的方法，就是漂亮的衣服买新的的话，先供养佛菩萨，佛菩萨加持，再把这个衣服送给难民可怜的人穿，那你这个女生生生世世身体不会被欺负，这个叫法力，法力就是我们讲的行为反作用力。那各位你要了解，那你要发财要送什么？钱呢？送钱呢？眼睛不好呢？送眼药水啊，所以那你送什么，那就得到什么，这个叫我们一般讲的因果力就对了。所以法力就是供养三宝，帮助众生所得到的，我们叫法界缘起力。所以这个三个各位希望背，或者因为这是改变命运，对自己对别人最好的方法。再背一次，自我功德力，啊，就是你的发心啊、持戒、诸佛加持力。所以我们要念佛、诵经、持咒、拜佛，啊，你看礼佛一拜，罪灭河沙。念佛一生福增无量，但是礼佛念佛也要你自力，你愿意啊？你相信啊？没有自力就没有佛力嘛！啊，你不念佛，佛就加持不了你圆满啊。然后再加上福德善根，那就是各位要制造法力啊。你觉得你这辈子长得没那么好看，那你就多印几张佛像跟人家结缘就好了。你觉得你这辈子长得不够高，那你就印大张一点。高一点，所以人家在造大佛，你要出钱呢。哇，那么高，灵山大佛，对不对？彰化大佛，那你要出1块钱，钱多少随缘呢？比如说，一尊佛像1万美金，有1万个人，一人出1块。那请问，出1块的是得1万块的功德，还是1块的功德？1万块，佛这样讲啊，背一下，万人共造善恶因。每人皆得善恶果，哎，各位要把握这个啊！别人在造大佛像、大寺庙，哎，你也要去布施10块钱，对，然后呢，马上随喜功德，随喜他们这么大的道场的功德啊！当然，有些人说那个道场跟我想法不一样，想法归想法，道场归道场，那个道场放在那边还是有功德的。啊，有佛像，那个法师我不相应，法师不相应没关系，佛像大家都相应，对不对？那个大佛像我也要去出10块钱呢，那你这一辈子哦就能够聚集广大功德，四面八方，有人做生意只能在台湾做，有人做生意可以做到美国来，有人生意可以做到全世界，那什么积福田的，结善缘来的。啊，特别我们念佛的人，我们念佛的人就是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，趁愿再来度度谁？有缘众生啊！你没跟他结缘，那你来也不知道度谁。就像各位，你在美国，你这边没有亲戚朋友，没人结缘，你来干嘛？啊，哦，你这边有很多你的兄弟朋友，那你已经这是你的缘嘛。所以各位呢，大乘佛教叫我们要怎么样来广结善缘。所以各位，你到超市，你到哪里，你还是要念佛。这边很多人在买东西，外国人在买东西，你还是要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念给他。虽然你吃素了，那边在卖肉、卖鸡、卖肉，你也要念到那边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超度他，因为他听到佛号会超度的。啊，所以各位，你要懂得广结善缘，
那广结善缘呢，这个力量就大了，这个叫法界缘起力啊，就是说你对待众生，像我前面摆了两本，这两本是什么？堕胎胎儿的名字，那里面有700万，包括我的2个弟弟，包括我哥哥的，包括我到全世界各地，然后他们有的我都一直给他放进去，用无量寿经、地藏经就帮他取名字啊，比如说无量寿经给他取名叫极无、极量、极佛、极经，贴在墙壁上，没人看得见，都是经典，把这些小孩子皈依三宝。让他们有法号，当我们在念经的时候，就在念他们的名字一样，然后呢，他们就可以得到超度。这个就是结缘啊。那佛教有一句话，来帮助别人，就是帮助自己啊。所以佛教讲了缘起法，就是说离开世界别人，我们不能单独存在。你伤害别人就伤害自己，你帮助别人就帮助自己。所以念一下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了解这个道理就知道，你对世界怎么样，世界怎么对待你。你爱生气，那你就长得不好看；你看到人就笑，所以你脸就比较好看。你在佛前供花，那你就长得漂亮。啊，你破坏道场，那你以后你就不好看。所以各位，以后你成佛的世界庄不庄严，就看你如何庄严道场。啊，你把道场一弄，佛前越庄严，以后你的净土越庄严。所以各位在家里再小都没关系，要有一个佛堂，每天供水供花，对不对？一杯水也没关系，供香拜佛很庄严啊，因为那就代表你内心的状态啊。世间是个责任缘起而已，暂时的，但是我们一心念佛，那一心念佛就希望这个世间。希望将来都成就佛国净土的庄严，这个叫念一下庄严国土。对，我们要把这个国土庄严，以西方极乐世界为蓝图来建设这个世界，啊，以阿弥陀佛的心来转化我们的心，这个叫以凡心转为佛心，叫念佛。啊，因为我们凡夫的心呢，贪嗔痴。所以刚刚这三个力量，希望各位也跟你小朋友说，因为什么？他们个个想要发财啊，读书啊，有能力啊。那你脑筋不好，如何让脑筋好？那你要去尊敬有脑筋的人啊，尊敬经典啊。所以各位一进来看到这旁边有佛像、有佛经，都要拜呢，都要合掌。只要看到佛经，阿弥陀佛，因为你尊敬经典。那你这个智慧高啊，他在学校他要尊敬老师，在家里他要尊敬孝顺父母，尊敬别人被尊敬。一个人同样能力，有些人做到总经理，有些人永远做小职员，能力一样。秘书的能力有时候比老板还高呢，不然他叫秘书吗？老板想不到了，他想得到啊。那是为什么他做小秘书，他做大老板呢？业报不一样啊，他付出的时间比老板多，赚的钱不一样啊。那各位了解这个道理了，所以了解这个道理，那我们要改变啊，所以要有这三个力量来自力、佛力、法力。这个自力就可以说自己的努力吧。你希望写毛笔字越写越漂亮，自力那你要练习咯，佛力。哦，你要写的时候赶快提醒王羲之加持哦。像我去大陆，他们每次叫我写毛笔，我就在那边跟你想，咔，怎么诸佛菩萨、祖师叫你啪写好了，因为我不会写啊，写好哎，师傅写的好看，我不是我在写，因为我请祖师加持啊。那法力呢？所以我要经常送毛笔给人家啊，这个。送了好的墨给人家，请你用我的笔写哦。所以我走到哪里，我都送那些老和尚会写，我就送笔送笔，你用我的笔写，我才会写得好，叫法力。所以也很简单了，眼睛不好，送人家眼药水，对不对？送人家电灯，送人家眼镜，啊，腿不好。